你爱不爱我？怎么喝那么多？那么多人没有拦着你啊？我问你，你爱不爱我？怎么，酒后吐真言啊？你好啰嗦，真烦。爱还是不爱？爱。哎，你做什么？霸王硬上钩。哎。潇潇，我要上茅房啊。来人！属下在。王妃呢？王妃不是一直在？啊，王爷的意思是你们今晚又圆房了呀？那老王妃想要孩子的想法不就可以实现了？少废话，快去找人。是。从这王府上下都找了个遍，都没找到王妃。这王妃不会跑了吧？有可能啊，王爷不是都说了要给王妃写和离书的？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都给我闭嘴！我去找。你千辛万苦把我劫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毁我容？十年前就已经毁过一次，谁知道你这么命硬，现在反过来夺走了我的一切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同样是养女，白红昌把你当做嫡女，却把我当做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如果你现在放了我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瓶脱胎换骨丸。哼，没用，没用了。王爷已经厌弃我，他再也不想看见我了。我千方百计嫁进王府，却被那样赶了出来，我不甘心。白玉溪，都是因为你，王爷才对我变了心。因为我，苏洛雪，你还不明白？如果是靠算计和欺骗得来的感情，是不会长久的。闭嘴！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王爷连碰都不愿意碰我。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处子一生。白玉溪，要我怎么能不恨你？你是说林君远都没碰过你？很得意？哼，贱人。我现在就把你的脸划花，要你死！林君言，
别害怕，有我在，任何人都伤害不了你。我不怕，只是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是我误会你了。下地狱吧！下地狱吧！ 如果有来世，兴许会做人。没想到你们俩是老乡啊！我也不敢相信，没想到这位老者伪装的还挺像的。乱世苟活，乱世苟活。 机器，我造出来了。老夫花了30年都没能实现的东西，王妃弄了不到3个月就弄成了，这也太神了吧！少啰嗦，现在还差两个灵者，你找的怎么样了？王妃，你就是木灵者。我认为。 此事不可外传。为何？十年前，华英和皇上说过，只要找齐5位灵者，就能得到长生不老的办法。你要是不想被捉去当药引子，就不要去。言之有理。几日不见，你们不像之前那样针尖对麦芒，而像是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呀、啊。哎。 这一次，太后，不，我还有办法。不行的，没用的，你们两个要好好的。不，我还有办法。没用的。 都过去1个时辰了，太后怎么还没好？这次伤口的位置十分凶险，我虽然救回了太后的性命，但是以她现在的状态，和植物人差不多，能不能醒来就看造化了。你已经很好了，不，不够。这次我就算豁出了性命，我也要救出凶手。 我跟你一起。还有我。这位公公想往哪儿跑啊？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甄贵妃。 甄贵人，怎么冷宫也关不住你？今日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这个毒妇，太后为人宽厚，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怎么能下得去如此的毒手？无冤无仇？这个快要入土的老东西，占着后宫主权不放，本宫从豆蔻年华熬成黄脸婆。 他不死，本宫何来出头之日？哼，大逆不道，简直是，是而宠之。哈哈哈哈！
一生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非要把我拉入你的三宫六院，然后又回头收集你的莺莺燕燕。如果今天的局面都是我的错，那也是你的一半。如果今天的局面都是我的错，那也是你的一半。关了几天冷宫，风言风语。我没疯，我没疯。你做的那些选择事可不比我少。用不了几日，你就会下来陪我。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凌迟处死。哼。哎，看到甄贵妃，我终于能体会到你说的一夫一妻制了。你可能做到？日月为证，天地为鉴。对了，太后昏迷之前对你说了什么？说了一件，库房留给我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先皇传位于你的诏书，是皇兄夺走了你的皇位，是皇兄夺走了你的皇位。太子殿下，前来何事啊？甄贵人已被处死，最近宫厄运连连，父皇为其平安，于十日后摆了一桌家宴，特地让本王来送拜的，请两位到时准时候赴宴。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是家宴，倒像是鸿门宴。正好我有事情找皇兄。你走到哪我就去哪，别想撇下我。你不走了？不，不那么着急走了。哼，本宫先告辞了。哎，他怎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啊？还不是因为你。以后啊，不准走了，走的话打断你的腿。